基本上已經覺得冇咗一國兩制啦，而且而家咧仲更加佢哋去 DQ 啲立法會議員啦，咁啊更加其實係傷害咗香港嘅法治啦。我諗《國安法》最大的影響就是講緊對普遍市民的一啲言論自由啦。咁其實最近新聞都會見到話關於一啲立法會 DQ 議員啊，或者可能喺 Facebook 上邊 post 咗一啲自己嘅諗法啊，或者一啲講嘅嘢之後咧，咁就可能會被一啲秘密警察或者便衣警察就會上門拉啊，或者可能因為咁樣就會喪失咗一個選議員嘅資格咁樣。